So from these technology bans to the trade wa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hit historic lows. Our sister network,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sat down with Zhou Wenzhong. He wa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S. between 2005 and 2010. you think that the U.S. can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used to be? It's impossible to the way they used to be. The U.S. has said that they can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Because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views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不再把你当成一个合作伙伴，而是把你当成一个对手，当成一个甚至一个敌手，那就他就要琢磨怎么对付你。那么，未来中美之间最舒服、最合适、最妥当的一种相处方式又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是美国人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和一个发展中的和平崛起的中国相处。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挑战，因为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跟他讲，这个中国不会不会取代你，中国也无意这个挑战你，但问题是要他能听得进去啊。 为什么这笔账算不清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开放了四十多年，中美交往了这么久，按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应当说编织的很紧密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采取目前这个一系列的举动，难道自己不受害吗？中美关系呢，就是说，搞好可能很难，但是不能搞坏，怎么能够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对我们这个崛起当中的中国来说，怎么能够把中美关系维持好、稳定住、稳定住？这个对我们的外交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我们对美外交还是要有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当然，这个你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竞争呢应该是积极的竞争，啊，那么双方呢应该还是要防范。 这些风险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要这个要避免冲突，防范风险，积极竞争，务实合作。我想，我们对美外交这四个部分，大概还是要把它做下去。